大家好，祝你牛年快乐，牛市运程蒸蒸日上，利是收到手软。今集我想提一提你现金发放计划，今年仍然可以报名，同埋 GA Bank 众安银行有新嘅优惠出炉。当我知道你睇完我段片，赚到免费嘅每一分一毫，我都会非常之开心。依份满足感唔系钱可以衡量噶。希望你继续俾 like 我同埋关注我嘅频道，为你搜罗赚钱 tips。唔知道政府系咪有关注我嘅频道呢？大家都系用蜜蜂做标记，而依个网站同我个频道嘅诞生日系同一日嚟噶，都系6月8号。你在今年年底前可以透过网上银行申请过10,000元。如果你还没有香港银行户口，或者你是住在海外的，想摇它申请方便一点的话，那申请 ZA Bank 就啱晒你了。因为它是第一间香港的虚拟银行，也是唯一一间虚拟银行是受政府同意帮大家拿过10,000元。在你申请开户的时候，记得用我的邀请码 KE7BL3， 详情我写在影片下方简介，那你就会获得168元港纸的了，一路发，比之前的优惠多了68元。这个新年优惠会到2月28号为止，先到先得，手快有手慢无，送给你的新年利是代代平安。至于讲到低息借贷了，同样地，你用我的邀请码 KE7BL3， 你就会获得额外的100元奖赏了。我好俾心机重点为你提供有用的资讯，所以我都希望你俾少少心机咁睇依3分钟的短片，去知道点样开户。睇完前段片就可以睇依条片，去学点样攞个10,000元，3分钟都唔使就睇完了。在网上申请的朋友，一个礼拜之后就会收到钱的了。不是那么熟上网的大朋友都可以透过香港邮政拿支票的。现在已经有超过640万人拿到10,000元了，恭喜晒。这个计划只是适用于18岁以上的香港永久居民，而网上的申请当然是比书面的申请快了。再提提你，最后一日申请的日期是今年的12月31号，希望你财源滚滚来。还有什么好玩的计划呢？ ZA Bank 一反传统地给用家透过个 App 去包利是和收利是，版面设计也很精巧，果然是脸色不同。众安银行很敢于创新的，为我们提供不止回赠高，还要是免费的虚拟 debit card， 简直是方便快捷，还没有最低存款限额添。你还可以网上登记这个低息贷款，如果你有看过穷爸爸与富爸爸，那你都知道好的贷款是可以让你致富的。这间银行全年无忧，方便我们24小时都可以找客服问问题，存款亦都好简单，30秒就搞定，赚钱都好简单嘅啫。如果你有睇我依条短片嘅话，咁你应该会知道点样可以好快又平咁样赚钱去海外。你用我喺影片下方简介嘅邀请链接申请 TransferWise 嘅话，就会有一次免费嘅赚钱优惠。众安嘅银行 App 好安全。我认为这间银行是提供很好的服务给香港人用的，不用怕丑的，你可以随时联络他们的客户服务热线去解答你的问题。我开设这个频道的初衷是想我们大家有一个平台去分享赚钱的点滴，和我对一些金融服务的评价。你都知道，时间就是金钱，而知识就是力量，希望透过我们的交流可以启发到你达到财务自由，把握机会，学习钱滚钱。我会讲多些关于加密货币、股票又或者其他投资的话题，如果你都有兴趣的话，麻烦订阅我的频道，给个 like 我和留言给我，你简单按一个掣就会改写我的人生了。再次祝你新年快乐，我们下集再见。